2019新規則引入了新的名稱佛光區，包括之前被稱為水障礙區的地方。如果你在佛光區找到你的球，而想在那裡打出你的擊球，規則就等同你在球道或者長草堆擊球，所以在擊球之前你是可以移除任何散置障礙物，或者在佛光區以球杆觸碰地面或任何水障礙區來試杆，又或者将球杆紧贴住个波都是可以的。